食品，其法无二，其心一人，其道清净，亦无。第十品，其法无二，其心一人，其道清净，亦无诸相。相，一相三昧，一性三昧。六祖坛经做产品研究，以看心看境之辩证为中心。第四章分析看心看境的禅法问题，这是本篇论文重心所在。将探讨如下的主题：第一节经文用字探讨，包含针对六祖坛经文献资料来探讨。针对禅宗专辑典籍及所附的史说来探讨，采用了胡适、义顺法师及顾伟康教授的见解。第二节东山法门看心看境之禅法，第三节六祖慧能反对看心看境禅法之论点，第四节南宗神会反对看心看境禅法之论点，第五节印顺法师暨丁福宝居士与教授们的著作读后心得，第六节小节。第一节经文用字探讨，佛教界与一贯道道场是佛经的主要使用者，经典是佛陀或开悟圣僧的智慧法语，用于开示误入佛陀的正知正见，令众生闻法后欢喜踊跃，信受奉行而得到功德利益，进而离苦得乐。研究六祖坛经的相关经论，除了第三章第四节第四项圣严法师的著作所提到的看法以外，还有笔者学佛以来所知道的，其内容如下。六部经典，楞伽经、金刚经、涅盘经、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论著，大圣起信论、达摩祖师论集，包含达摩四行观、破相论、悟见性论、血脉论、碎上乘论、顿悟入道要门论、传心法要、谈真录。圣严法师在其名著《禅门修正指要》提及禅宗不立文字，主张教外别传，但是中国佛教的大圣诸宗之中，禅宗所留下的文字最多。禅门修正指要包含对六祖坛经、信心明、入道方便、方寸论等的研究，在自序中也提到，正确的禅者必定是戒定慧并重的切实修行者，不做浮光掠影的牵强附会，不为光影声色的境界所动，不因身心的任何反应而起执着。笔者认为，那就是不看心不看境，才能见怪不怪，使奇怪自败。他又强调，在楞严经、摩诃止观等的叙述中，都针对禅修产生的幻觉幻境有明确的指示，要依教奉行，否则就容易魔境现前。承上所述，笔者发现《大正藏》的第48册内容可说是禅藏，而《万心转续藏经》的第63册到第73册也都是禅籍。另外，方广昌教授也提供了禅藏外的资料，在 CBETA 电子佛典2009年、2010年版都可找到。第一项针对六祖坛经文献资料来探讨。2010年4月21日，笔者查阅新闻风出版公司出版的《大正藏》纸本，以及参考潘崇圭教授所着《敦煌坛经新书》附录之照片，研究六祖坛经、敦煌本与宗宝本两个版本的经文用字与教刊资料，找出有看心、看境的内容。以下是研究过程记录。A. 探讨看心看境的文字资料。一、潘崇圭老居士校订之《敦煌坛经新书》含手抄本及照片，纸二章，《敦煌坛经》，伦敦藏五四七五号卷子上下两栏字较少，北京图书馆藏8024号卷子上下两栏字很多，像打手抄本依据敦伯本人子仪抄本纸一栏字很多，又有把字更正于旁边的痕迹。二、大正藏纸本内容在查阅后之摘录。纸本的大正藏第48册第2007经部分摘录，第2007经属于定慧品部分，在338页 B 栏倒数第六行起。见有人叫人坐看心看境不动不起。
第2007经属于作产品部分，在338页思栏至339页 A 栏。338页思栏倒数第七行起，与电子佛典相同，手段只有缘不着心，意不着境，使用着字之后都使用看字，如此则语义不合于后文解说前面主张的文脉发展。哦，纸本的大正藏第48册第2008经部分摘录。哦，作产品部分在353页 B 栏，与电子佛典相同，经文都使用着字，下方校订栏从第13个注解到字后面有加号加，然后括号内有长的经文，仅抄录如下：然此门坐禅原部纸本大正藏此字几乎空白而无法判断心意不遮境。哦，若起心，纸本大正藏此字几乎空白而无法判断境，却生境望，望无处所，纸本大正藏此字完全空白者是望，竟无形相。哦，若这心着境，却障道也。很巧要判断的者或看字的地方共有三处，其中两处无法判断，一处完全空白无字。哦，笔者认为最后保留这心着境，可见去除或模糊化的是看字。哦 ，B 研究与见证。以手指指出看字，并与旁边的研究生共同讨论伦敦藏5475号卷子见证看心看境。哦，讨论所看到的古写本文字，念出看心看境。哦，印顺法师在净土与禅一书提到谭经归风宗密的圆觉经大书抄及代表北宗的作品，诸如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大圣北宗论、大圣无生方便门与大圣五方便菩提复赞禅门师，实为同一内容。后四种是北宗禅法相观点集的代表。又指出谭经所指责的正是五方便中的前二门。哦，看心看境是离念门，不动不起是不动门。哦，这是北宗传授修持的法门，详细内容如下。谭经中说，又见有人叫人坐看心看境，不动不起，从此至功。哦，此法门中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境，亦不言不动。哦，谭经所指责的正是五方便中的前二门。哦，看心看境是离念门，不动不起是不动门。哦，这是北宗传授修持的法门。北宗的禅风过去只是从谭经的时时勤拂拭及归风的圆觉经大书抄略知一二。哦，近代由于敦煌写本代表北宗的作品的发现而逐渐明了出来。哦，代表北宗的作品有关史传的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而外重要的有大圣北宗论、大圣无生方便门、大圣五方便宗教研究西14卷2号菩提，大英博物馆 S2503 菩提复赞禅门师。哦，大圣无生方便门、大圣五方便、菩提复赞禅门师，实为同一内容，只是传本不同次第，详略俱缺的不同而已，为北宗当时传授禅法的一种记录。哦，笔者发现丁福宝居士所着的《六祖坛经兼注》一书，陈述了六祖反对北宗人禅法的内容，是在经文的第四、第五、第八、第十品相关之经文内容摘录如下。哦，第四品，又见有人叫人坐看心看境，不动不起，从此至功。哦，第五品，此法门中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境，亦不言不动。哦，第八品，注心观境是并非禅。哦，第十品，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哦，汝等慎悟观境即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香三昧、一行三昧。哦，另外第九品有一段内容可作为佐证，内容如下。哦，第九品薛简曰，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哦，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哦，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哦，究竟无证起况坐耶？
禅是佛心，教是佛语，律是佛行。哦，圣严法师《法古全集》可找到道信的禅法，其中就有看心的内容，很值得参考。哦，此外，释性禅释宗镇有篇文章《小鱼六祖坛经》，文献考察之浅探大鱼，对坛经思想研究的帮助很多。哦，禅宗讲成佛不在打坐，打坐不能成佛。六祖坛经不主张叫人坐着看心观境，看境不动不起的修行法。哦，第二项针对禅宗专辑典籍及所附的史说来探讨。哦，归峰宗密禅元诸全集都序的内容很值得参考，内容摘要如下。哦，论云：心不见心，菏泽大师云：你心极差，故北宗看心是失真旨。心若可看，即是境界，故此云非心境界，其性本清净，不带离垢或方净。哦，不带断疑浊方清，故云本清净也。就宝性论中，即简非离垢之境，是彼性境点点点点点点，必非心境界不可以治之。未若以治正之，即属所正之境，真之非境界，故不可以治正。撇起照心，即非真之也。故经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故云：其性本清净，开示诸群生。即云：本净不带断障，即知群生本来皆有，但以惑意而不自悟。故佛开示皆令悟入，即法华中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美国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制作的 EBS/藏经阁禅宗专辑所附的史说部分提供的参考资料也可找到。看心看境，其内容如下。哦，一、胡适论禅宗提到的看心看境禅法。哦，胡适论禅宗所提到北宗看心看境的禅法是在辟当时的禅学那一个主题内容，文中也引用《神会语录》来证明流通本《六祖坛经》坐禅品经文，这心者境是悟写。哦，胡适认为坐禅品的看心看境都悟作这心这境。哦，这是执着，绝不会有人叫人执着心执着境。哦，唐人写经境境不分看这意混，故上文看心观境不悟，而下文这心者境是悟写。哦，今取神会语录效之，便可知经本错误。哦，呈上文有关神会语录的相关详细内容如下。哦，神会语录远师问松月普及禅师、东岳降魔禅师，此二大德皆教人宁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只此以为教门。哦，禅师今日何故说禅不叫人宁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哦，何名为坐禅？和尚答曰：若叫人宁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者，此是障菩提。哦，今言坐者念不起为坐，今言禅者见本性为禅。若指下缺第三卷。又说，若有作者宁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者，此障菩提，未与菩提相应，何有可得解脱？哦，神会语录对佛教坐禅宴坐的主张是反对看心看境及固守坐相的，依据的是维摩诘经，又以大圣禅定不看心不看境境也不必内外照的正确禅法，来避免虚妄心及架施设。相关内容如下。哦，不在坐里，若以坐为室，设立福宴坐林间，不应被为摩诘喝。哦，喝云不于三界观身意，是为宴坐。哦，但一切时中见记不念者，不见身相名为正定，不见心相名为正慧。慧。哦，第一卷又说，问何者是大圣禅定？哦，答：大圣定者，不用心，不看心，不看境，境不观空，不住心，不成心，不远看，不近看。哦，问云何不用心？答：用心即有，有即生灭，即无用即寂，无寂无生，寂无灭。哦，问何不看心？
答：看即是望，即无望即即无看。问：何不看尽？答：住心即驾施舍，是以不住。心即无处所，第一卷之末。语录中又有神会诘问成禅师一段。问：今修定者，原是妄心修定，如何得定？答：今修定者，自有内外照，即得见性。以净故即得见性。问：性即无内外，若言内外照，原是妄心。若为见性，经云：若学诸三昧，是动非作禅。心随境界流，云何名为定？若执此定为是者，为摩诘即不应呵舍利弗厌作第一卷。此外，胡适认为想要知道谈经评论看心看境禅法的背景，必须先看神会这些话，然后可以了解谈经中所谓看心看境是何物。如果看心看境之说是普及和降魔的学说，则会能生时不会有那样严重的驳论，因为会能死时普及领众不过几年，他又是后辈，会能怎会那样用力批评。但若把谈经中这些话看作神会博普及的话，一切困难便都可以解释了。呈上文，但是印顺法师则认为评论是有可能的，因为神会的思想是来自六祖慧能的，神会凭普及而六祖慧能凭神秀，这两件事是师资相承而且合乎禅宗历史发展的，详细内容可看《无争之辩》一书第72-76页。二、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提到的看心看境禅法。中国禅宗史提及唐代禅宗当时传禅的实录大圣无声方便门的记载，并且将静心看心守本真心摄心与北宗五方便的离念门比较会通，强调离念门不是看心，看心为东山门中另一系。如神秀系而要说看心观心，那就是静心呈现守本真心而使之更深彻更明净而已。静心不外体用二字，即即即照。普及所传的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也就是即照者因性起相，照即者摄相归性的意义。上文最后一句，笔者认为前半是性空缘起千差万别，而后半是缘起性空总归一位。以下是相关的详细内容。一、六祖慧能开示法门的正义。慧能不重宗教仪式，不重看心看境等禅法，却重视德性的清净。讲见性成佛道，一定要三业清净成为法器。离十恶业八邪道，这才有领受般若法门起悟入道的分儿。将深彻的悟入安立在平常的德性上，宛然是释迦时代的佛教面目。说到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不是口念而要心行的。所说心行，只是淡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大正四八。三四众会能从自性开始，无相界也从自性开始，自性智慧。基于这一立场，批评了先定后会、先会后定、定会个别的定会说、直言坐不动、除念不起心的一行三昧说、看心看境不动不起的坐禅说，而一一表示法门的正义。二、从大圣无声方便门看北宗传禅情形。法如与大通神秀的开法传禅，是以念佛名令静心为方便的。这样的方便在五方便中就是第一总章佛体门，也名离念门的方便，正是谈经所说的看心看境的禅法，所以这是北宗禅的主要部分。北宗的开法方便也是借禅合宜的。一、大圣无声方便门先受菩萨戒赐传禅法。受菩萨戒的方便次第极为分明，受戒了接着传授禅法，如大圣无声方便门说：和尚向前远看，向后远看，四维上下一时平等看，近虚空看，
常用镜心眼看，莫间断亦不限多少看。哦，使得者然一世能自身心调，任无障碍。哦，这是当时传禅的实录。和是和尚，是禅法的传授者。子是佛子，指临潭受法的大众。哦，这一静字是北宗禅的要诀。哦，所以接着说，如来有入道大方便，一念静心顿超佛地。哦，原则的说，北宗是执是静心顿成佛道的。哦，主题宣示已了，和尚把法幕一拍，大家一起念佛。哦，念什么佛虽不明了，而北宗的传禅方便是先念佛名而后令静心，是确实无疑的。哦，佛是觉意是心体离念，也就是湛然不动的静心，所以成佛要从静心去下手用功。哦，据北宗原意，不是要你取着一个静心，所以先引《金刚经》说一切相都不得取。哦，一切相不取不着，就是静心了。哦，看就是观，用静心眼看上下前后四方，尽虚空看。哦，依北宗的意见，我们的身心是卷缩的，就是局限在小圈子里。哦，所以用尽一切看的方便，从身心透出，直观无边际，无障碍。哦，今日觉悟，故觉始心。所以使一边看，向前向后，上下十方，静闹明暗，行住坐卧俱看。哦，故知觉即是主，心是始。所以学此使心方便，透看十方界，乃至无染即是菩提路。哦，做了一回，也就是看了一回。和尚就问，见个什么？来学的就说，一物不见。若有物可看，那就着香了。这样的一再问答，一物不见，尽虚空观而没有什么可得的，就是离念的静心，就是佛。哦，尽虚空看而一物不可得，就是看净。哦，离念就是静心，静心就是佛。佛心清净，离有离无，也就是一切不可得。哦，所以看心看净是离念门。哦，离念就是身心不起，身心不起就是真如，就是解脱。所以无一物是大菩提树。哦，对于佛的开示指引，大圣起信论的决议，也就是心体离念。哦，三入道大方便，以静心为目标，以看净的方便来摄心，以看净的方便来发慧。哦，如来有入道大方便，一念静心顿超佛地，以静心为目标，以离念为方便的北宗禅，在这离念门中已始终圆满了。哦，这就是法如神秀所传禅法的根本。哦，玄奘弟子净觉也特提静心为成佛要者，如说迷时三界有物即时方空。哦，与之成佛处会是静心中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哦，一离念门所开示以看净观一切物不可得为主。哦，以看净的方便来摄心，以看净的方便来发慧。哦，普及所传的明心入定住心看净，不外乎这一方便进修的前后阶段。哦，等到真的一切不可得到达离念境地，就是静心呈现。哦，离念门不是看心，看心为东山门中另一系。哦，如神秀系而要说看心观心，那就是静心呈现守本真心，而使之更深彻更明净而已。哦，静心不外提用二字，即即即照。哦，普及所传的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也就是即照者因性起相，照即者摄相归性的意义。哦，上来是北宗的传授方式，学者在平时当然不用问答，只是先念一回佛，然后摄心看净。哦，初学到尽虚空看，也还有次第方便。静心显现就是证入法身境界。上文所言离念门与看心之关系，笔者认为需提出讨论的是。哦，在五方便中，就是第一总章佛体门，也名离念门的方便，正是坛经所说的看心看净的禅法，所以这是北宗禅的主要部分。哦，
佛心清净，离有离无，也就是一切不可得。所以看心看境是离念门。离念就是身心不起，身心不起就是真如，就是解脱。所以无一物是大菩提树。对于佛的开示指引，大圣起信论的决议，也就是心体离念。引文而一一的给予解说，古人称之为通经。北宗的解通经论是自成一格的。禅师们的通经是本着那个事实，如离念心体即佛，做不同的解说，与经师们不同。离念门不是看心，看心为东山门中另一系。如神秀系而要说看心观心，那就是静心呈现守本真心，而使之更深彻更明净而已。静心不外体用二字即极极照。普及所传的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也就是极照者因性起香，照极者摄香归性的意义。上面三段引文在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是依序出现的，现在将要讨论的部分依先后顺序陈列如下。离念门的方便正是禅经所说的看心看境的禅法，所以这是北宗禅的主要部分。佛心清净，离有离无，也就是一切不可得。所以看心看境是离念门。离念门不是看心，看心为东山门中另一系。如神秀系而要说看心观心，那就是静心呈现守本真心，而使之更深彻更明净而已。笔者看了上述内容后，发现离念门与看心看境的关系正反面都有，先采用正面肯定的说法，而最后却出现反面的主张，但是仍然以肯定的居多。这或许是与佛教因明逻辑思考有关，所以看心看境是离念门的方便法门，而离念门不等同于看心，因为要离念也可以不看心不看境，就像六祖慧能就反对看心看境的有违法一般。印顺法师认为看心为东山门中另一系。如神秀系而要说看心观心，似乎要表达的是南宗人将神秀禅法的观心当作看心，而实际上看心是东山法门早就有的禅法，而且神秀的观心论的主张已经比看心还要深彻了。所以六祖坛经做禅品主张的不看心不看境，是六祖慧能评论东山法门的另一系，可能是旁支不如法者的，而不一定是专门评论神秀的，当然更不用说是评论普及了。如此一来就更不能等同于神会评论普及禅法的言论了，连带的六祖坛经更不可能是神会或神会一系的人所造了。就算有可能是针对神秀或普及而评论的，那也诚如印顺法师在《无争之论》一书所说的是师资相承，合乎历史发展的。难怪印顺法师要对胡适郑重表明，只凭一部《神会语录》以辟当时的禅学为例，却不知道黄梅、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以来的一般禅风，念佛、静心、看心、看境，就想证明《坛经》是从《神会语录》中超出凑成的，这哪里能成立呢？印顺法师的其他著作也有谈论北宗看心看境禅法的内容，例如在《净土与禅》一书中，他主张看心看境是离念门，不动不起是不动门。这是北宗传授修持的法门，详细内容将在第二节第三项呈现。在《无争之辩》一书中，印顺法师认为要先知道黄梅东山寺看心看境的禅风，才能了解六祖慧能评论北宗神秀而神会评论普及，两代之间师资相承，而且合乎禅宗发展史实的情形。在《永光集》之《起信论》与《福南大圣一行三昧语解脱道论》，印顺法师也谈论到禅经所批评的叫人坐、原文坐、坐看心看境不动不起，正是这一行三昧的方便常坐念佛静心。
然六祖慧能的禅门说摩诃般若波罗蜜，也还是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法门，只是着重深意而已。哦，此外还有早在民国62年就有华冈佛学学报的发行人道安的文章新书评介中国禅宗史，收在华冈佛学学报第03期，对当时的印顺法师有褒有贬，内容很值得参考，限于篇幅读者可自行上网搜寻及下载阅读。三、顾伟康禅宗六变提到的看心看境禅法。顾伟康之文禅宗六变提及看心看境内容如下所示。胡适引敦煌本盘经对当时禅学的批评。迷人这法相，只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动，除妄不起心。此法门中坐禅，原不着心，亦不着境，亦不言动。然后与神会语录对照，认为盘经批评的是普及宁心入定，助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证禅法，故不可能是慧能说。印顺法师则指出，叫人坐看心看境不动不起心，并非普及创立。自四祖到信源，一行三昧入楞伽禅，其禅法则以常坐三昧为胜方便，传于弘忍，悉然成风，结果东山门下流出非坐不可的禅法。而看心看境更是东山门下最一般的禅法，杜斐传法宝记说，自忍如大通之事，则法门大起，根基不择，其素念佛名，令静心。参以传为弘忍所说的小鱼修心要论大鱼，神秀所制的小鱼五方便门大鱼，即明慧能以前看心看境却为东山门下的旧传统。这种禅法直到神秀弟子普及降魔藏手中方盖瓜为宁心入定，助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证四句诀，故盘经与神会语录各有所指，绝不相混。既说盘经批评东山禅法，又说盘经代表慧能思想，那么慧能禅法从何而来？这里面不有矛盾吗？印顺法师说，慧能也出于东山门下，但是深一层的禅。印顺小于神会语盘经，大于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一《六祖坛经研究论集》，大圣文化出版社 P123。按经论深意，禅并不是非坐不可的。禅有常行的般舟三昧，常坐的一行三昧，又行又坐的方等三昧，行住坐卧的觉意三昧。故东山门下看心看境的常坐一派，仍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北宋学者杜斐早在《传法宝记》中感叹批评了今之学者将其念佛令静心为伪相之谈，不知为知，未得为得，悲夫。其物念性本空，焉有念处，净性以及夫何净心，念净都亡，自然满照于系。僧可有言曰，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信矣。慧能改变了非坐不可的禅法，不重行仪，不重事相，专门在实质上下功夫，于是就有念摩诃般若而不是念佛静心的无相界，将一切从自身中去体见，更将趋向高远的东山禅法引向平常朴直，开出众生即是佛的新禅法。第三项针对禅藏及新编禅藏外典集来探讨。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出版的光碟2009年版包含了藏外敦煌禅集，该典集由方广昌等大德提供三册，2010年版又有新增六册。笔者经由资料库搜寻找到与看心有关的资料有八笔，简要摘录如下。一、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论35.1第35页。言定心门者，由常开守心故，于五欲境界不乱不惑。由看心故，终不令乱。故为魔经云，念定总持，辩才不断。故云一名定心门。二、禅策问答46.1第46页。问禅师，若为看心看心，心何所缘？答曰：定心明极，无灭无生，
非黑非白，非暗非明，非长非短，非住非行，无言无说，皎绝寂停。哦，故《法华经》云：“如诸佛所说，真实为妙法。”哦，与此无缘法，云何有缘？三、关于禅藏与敦煌禅籍的若干问题，421.1第42页。哦，由此我知道敦煌。